所以要知道华严经上一切是多，多就是一，一我们一个身体，多整个宇宙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。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他肯定，他接受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，我自信生，是我自信变的。那么整个宇宙你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啊？知道是当然，不知道是不正常。为什么不知道？我们的心乱，有妄想，有杂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啊，自信的功能失掉了啊。修行修什么？就是把这个放下，放下之后你的本能就恢复了。本能恢复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啊，他49年讲的一切经，他在哪里学的？谁教他？没有啊。虽然他好学，19岁出家，出去参学，学了12年。印度所有宗教、所有学派都去学过，怎么样？没有用啊！啊，30岁这一年，他全放弃了。啊，这是明显给我们表演。19岁放下家庭，是放下烦恼障；30岁放下12年所学的，是放下所知障。所学是所知障。那障远离明心见性，所以两样都放下，菩提下去，菩提树下入定。